방에 쉬면 시컹 낑구 빠우기 아이 유 마이 셰츠 What's up everyone 这是风邪王的小屁孩今天小屁孩带来的鞋子呢是什么呢很明显的是 LeBron James 第十一代这双鞋子呢是在10月12号发行的美国定价呢是200块美金马币呢是659这双鞋子呢堪称是 Nike 把它最顶端的科技呢都融入在这双鞋子到底这双鞋子有多屌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没看鞋子之前呢我们来先看一下鞋盒 LeBron James 的鞋盒呢每次呢都是显得格外霸气格外大个鞋盒上面呢这里有一个 LJ 的皇冠 logo这里也是这里有一个 James 的字眼勾勾还有这里有一个 LeBron 的字眼然后 Nike 呢这是有在这一个字眼呢做一个设计的巧思就是当你换个方向来看的时候它就会变成 James LeBron James 这里呢也是一样这样看呢也是 James 转过来呢它就变 LeBron 了然后这次 Nike 呢它设计呢觉得有放一点巧思下去就是你把鞋盒拉开的时候你会看成是一个 LeBron James 的字眼感觉是还不错一下 Nike 有把心思放在设计上鞋盒的标签呢就是这样子 LeBron 11 10号半对了这双鞋子呢你要买大半号因为它的鞋头呢会偏窄颜色呢是 Parachute Gold Arctic Green 鞋子的代号呢是6161-75700我们来看一下鞋子好不好So fresh 小屁孩呢在网上看到照片的时候呢就觉得哇这双鞋超级帅一定要把它买下来 must go 为什么呢因为这双鞋子呢它是Parachute Gold 也就是金色然后你们注意看一下其实鞋子呢有做一种很多角度的切割处理虽然它看起来有点像埃及的金字塔小屁孩呢个人很迷恋埃及的元素所以呢这双鞋呢一看就中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告诉我说哦，这双鞋呢超级像坦克车这双鞋子的材质呢他们称为 Hyperforcite 也就是结合了Hyperfuse 和 Foam Forcite 的材质这两个材质呢能让它鞋子呢特别轻而这双 LeBron 呢堪称是 LeBron 鞋子里面最轻的一双鞋子的旁边呢你会看到这里呢有一个透气孔也可以看到它鞋子里边的 Flywire 勾勾里边的细节呢它有做一个图案的处理上面呢写的是 LJ 也就是 LeBron James 的简写然后旁边呢这里有一个 flywire 红色的 flywire 我们来到鞋头的部分鞋头呢一样的它还是有做一个很多角度的切割处理然后里边呢有一个 Nike 勾勾鞋子里边一样的太空鞋的材质 Hyperfuse 然后红色的 flywire 这里呢有一个 flywire 字眼这里呢有一块像类似塑胶的材质它不是 carbon fiber 鞋舌的部分呢我会拿得比较近的原因就是鞋舌做了很多个心思跟细节下去你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LeBron James logo 然后 logo 里面呢一样的有一个 LJ 的图案然后呢鞋子上面呢有一个 XE 也就是 11 的意思然后它的鞋舌呢是 mesh down 而鞋舌呢上面也做一个图案的处理然后鞋孔呢有 flywire 鞋绳呢你会感觉到它有一些地方呢会比较凸出来我猜大概是为了绑紧鞋带的时候它会特别的牢固鞋舌下面鞋子后面就是长这样子鞋底的部分呢就是长成这样子它把鞋底呢分成两个部分然后颜色呢是那一种有点 mint green 的感觉然后这里呢就做一个像是裂开的感觉然后这里呢有一个 LeBron 的签名就有点爆裂
这块东西呢，不是 carbon fiber，它是有点只是普通的塑胶材质而已。鞋子的内衬呢，你可以看到它有做一个花卉的设计。然后有人说呢，它是 LeBron Dan Champion Back 的那一个低筒花卉的鞋子那个图案。可是小屁来看呢，觉得像是而已，它是不一样的。然后鞋垫呢，一样，还有跟鞋盒的字眼是一样的。这里有一个 LeBron 的字眼，转过来呢，有一个 James 字眼。当然，重头戏呢是在鞋垫。小屁来把鞋垫拿出来给你们看。我们来看一下鞋垫的细节，这里呢有一个 Lunarlon 的字眼，后面呢这里有一个 LeBron James 的 logo。看一下，就算鞋垫呢，它也做了那么多细节，真是哇超用心的这双鞋子。然后这里呢，你会看到一个字眼，就是 Full Length Nike Zoom Air，也就是全底的 Zoom Air 气垫。各位观众，就是这一个。Lunarlon 的底呢，再加上 Zoom Air，会让鞋子呢更加轻，然后避震功能呢更加好。真是哇，按下去呢就觉得哇超舒服的。鞋子的360度。这双鞋子呢，真的是太多细节了。小片呢有漏了几样东西，希望现在可以补充。就是鞋子的底部外面呢会刻着一个 LeBron 的字眼，Base Deep 呢鞋身的尾端呢一样的，它有一个 LeBron James 的 logo。然后鞋底呢，只要你把鞋底拿开呢，你就会看到一个洞洞，其实它是一片透明的塑胶。还有呢，鞋子里边呢，只要你这样子看呢，你就可以看到鞋子里面的 flywire 的设计。哦，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这双鞋子呢，它的定价在马来西亚呢不是659，是649。OK，小佩买呢是有扣折扣85折，551马币。我们来看一下鞋子的实穿。这双呢，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鞋子，不过呢，还是建议大家呢买大半号。这双鞋子呢，发行的时候其实是蛮轰动的，虽然它说不上乔丹，可是以一双普通的篮球鞋来说，它算是蛮轰动的，而且还蛮多人购买的。而 Nike 呢，也设计了几个很酷、很有未来感的广告。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广告吧。广告很酷吧？不过小屁孩喜欢这双鞋子呢，不是因为它的广告，是因为真的是他鞋子设计呢，真的是有那一种金字塔的元素。鞋子内衬呢，再加上它是那一种今年很流行的花卉的设计，所以小屁孩就中啦。今天呢就到这样子，如果小屁孩呢讲的有什么不够啊，还是你要补充的呢，请你们在下面留言好不好？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请你们帮我分享，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今天就到此为止，Until the next time，这是风邪王的西伊娜小屁孩，See you next time。